慢慢，这个囊不能破哦，囊破你就失败了。因为囊破了，整个都变黑的。不错嘞。啊，对。那这一条要吗？这条不用，你要留着。这样子吗？对。然后那个就丢掉啊。不是头丢掉哦。这个丢掉。啊，对。然后用你的手，两只手的手压去，把这一颗猪拉出来。把猪拉出来。对。要抓紧，有没有？那里有猪。你在看它，你要看头啦。这边啦。看反了。这边有没有？这个是它的哪里？是嘴巴。这是嘴巴。热炒一板，你点龙珠。你点龙珠就是这一颗。就是这个。一只只有一个。完了 ，barbecue 了。欢迎收看《异想天开之厨艺大对决》。喂，要这样子哦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之前呢，有代表着异想天开去考了中西餐证照。中餐而已。西餐是我们俩后来我们自己去考的，你看。其实我都后来都没有什么在煮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也是。哎呦，那今天真的是来 PK。那我们今天要对决啥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有一个公道博，不能就我们两个这边很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是要请个专业的厨师。真的要够专业呢，毕竟我们两个有中西餐。我跟你讲，这一个厨师厉害，好不好？怎样？从小看他看到大。假的，他这样讲，他会开心吗？完了，他不会出来了。他现在拿刀抱歉啦，师傅。但是我真的是很，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位师傅，因为我从十几年前，你知道《型男大主厨》已经蛮久了，十几年了。二十吗？二十年吗？十九年对对，我真的已经看了十几年了，而且以前工作回来。看不到首播时段，我都会看半夜的。天啊，忠实观众我超级忠实的。好啊，那我们请你这位偶像进来。好，欢迎我的偶像吴秉辰师傅。欢迎师傅啊！大家好。师傅，听完刚刚我们两个这一个前面的 talking， 是对我们两个超没信心。不会，你刚讲一下，你一定有加分的。忠实观众。忠实观众，你怎么这样？你不是秉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吗？忠实观众，我们还是要秉持公开，就是公正一点。对啊。而且今天要考试的部分，就是我用讲。你用说的按我们。对，我直接就声控，就是这道菜呢，应该要怎么做，从头到尾我就一直讲下去。Oh my god！ 你跟不上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你会先示范吗？当然就是你们做完之后有魔铲，你再示范。我们先做，所以你今天就跟我头上的料理鼠王一样，会控制我们就对了。我怕你会不受控。不会啦。真的吗？好了，那你们两个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进行第一道。你们面前都有一个菜盘。对。我们今天考题是芹菜炒三鲜。考验你们这个海鲜的处理方式。虾子的部分给你们是白虾，你们要把壳剥掉，然后去肠泥，然后开背。头要留吗？虾头要。虾仁，留虾仁。留虾仁，好。对。好。留虾仁。三鲜，三鲜通常就是以肉为主。吃了它的这个本身的肉，所以你要留的是虾仁，要开背，记得哦。好，开背。中卷的部分呢，也没有帮你们处理。所以呢，你要把那中卷的头的部分把它拿起来，然后里面是有个囊，要把它拔掉，然后有两颗眼睛跟嘴巴，嘴巴我们叫做龙珠，也要把它拿掉，嘴巴在前面啦。我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个。因为你们有双证照，所以你必须要会处理。我连嘴巴在哪我都不知道等一下我会跟你讲，没关系。这个呢，还会再考验一个刀工，就是等一下把它片开。然后切花刀，知道吧？好，花刀我知道。你看看，你说紧刺是那个吗？紧刺，然后画圈圈叉叉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，知道吧？对，花刀，他知道吧？知道。好，芹菜部分也帮你们处理好了，
记得拍一拍，然后切断，一拍切断，然后就是入口为主，不要太长，太长会噎到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考执照的时候会考到什么？水花，记不记得？水花谁记得哈、啊？前面的，对对对，高速公路有口诀。高速公路，因为我们教的时候有教我们一些口诀。哦，真的、哦。那、啊、你的水花要磕什么？哎、欸，由你们自己想要磕什么就磕什么。哦。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反正以就是水花漂亮、干净为主。好。好、哦，然后前面有一些姜，那想想看，这一道菜跟蒜头，这道菜它需要的是蒜片还是蒜末？是姜片还是姜末？那今天是瘦肉，要小心哦，它有时候会过熟的问题。好。哦、好。步骤开始讲了哦。好。你需要注意听哦。好，一开始的部分呢，我们先要把蔬菜料先把它做好，以免我们等一下切的这个海鲜料这个砧板的部分就会去污染到。污染到，对，哎、欸，很好，林轩这边有在听，他有拍。啊，他有敲到手，啊，敲到手。看他有多累。好痛哦。你要多长啊？尽量不要太长哦。咬拇指好了。啊，因为芹菜它是纤维质是蛮粗的，所以不要太长，还不错嘞。哦，被我的偶像称赞，不错吧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自己 Q 自己，有练有练刀工都不错。有啦。哦，这样嘛，有什么要改进的吗？没有，因为你刚拍的太用力。全开花，你确定那边弄好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来处理姜。你要选择姜片、姜末，然后再就是蒜头、蒜片、蒜末。这个是不是要削皮？如果考试，你们考试会叫你们削皮吗？好像有。我们削好了。哦，考试他们就、嗯、哦，你们是 VIP 的考试是不是？全部都弄好了。炸也炸好了。炸也炸好了。我们只要摆盘就好了。好了，姜的部分呢，以正常来讲，我们不会去皮啊。哦，那个姜的部分，那个皮表有一个姜黄，就是姜黄素，会比较香，也会比较辣一点点。好，不错，有练习，就是刀工都还不错。那你是要切片啊？片哈，嗯，不要我大回来变末了哦。啊，片会不会太大这样？不好说啊。那我可以切丝吗？哎，也可以。你这是条，不是丝吧？这就是我的丝了。哦，你的丝哦。对，蓝波那个下杠卡好快。哦，蓝波的球丝。蓝波的球丝。卡粗。哈哈哈哈哈。这就是我的球丝。啊，你家这粗的，好，比较有口感呐，哈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好了，就是蒜头哈。啊，这个要剥皮嘛？蒜头没有剥皮。有出带皮的蒜头。除了香肠以外。通常也是他们会剥好啦。蒜头其实可以用力拍一下，就让它散。我有拍呀、啊。他喜欢吃蒜头，可以加多一点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拍的啊。反正这道菜哈，就是不要抢过于海鲜的味道就好。哦。那你是要切片还是切？切片。哦，你要切片。不是要跟着姜片走吗？欸、可是你姜片这么大片，那怎么办？这种姜片我看到通常都煮麻油鸡跟三杯鸡。那我还有姜母鸭。我切小一点可以吗？我对切可以吗？对切也太大。对切也太大，四分四块，好不好？可能要分到六吧。六块哦。我有救你。有有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李轩，你那边是切片吗？我切片。目前两边看起来你刀工比较厉害。真的、哦。就是切的逻辑性会比较好。对，然后再來就是辣椒。师傅啊，我手上是有刀的哈。我知道。谨慎发言哦。哎，我这怎么我两边一直在教、啊，不是我讲怎么做怎么做而已吗？对啊，你就是用嘴巴讲啊。好好，就我要剖开吗？对对对，就剖开，小心小心，看火。哎，直接切断，整个把它切断。切一半哦。对，直接把它切一半。好啊，纸朝上，然后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对，然后刮过去，刮过去，对，拍一下，切头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切头嘛，然后拍一下嘛，然
然后刮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刚刚讲说切头拍，中间那段你没听到，剖开啊，纸钞上再拍一下。老师，你刚刚都听一半的啦。切开，连，哎，全部切断，全部切断，对，嘿，好，然后用刀头把它刮掉，拿立起来，这样，不是。不能动手。我可以。哦，对。好，然后再用水花好。水花我就不限制你们了啊。好，让你们自己去创作了。我们自己来。对。我要刻签名在上面。下回试一下。对，怎么忘记水刀？都在干什么？好，外面那个就是它的外观的形状。你现在目前是四角形，就是方形。我想要长方形，怎么切完变方形？哎，那我想要方形，我跟你换。哎，剪片成的。对，你这好想都这一招的，是不是？来，花钱给我买。多少出价？我想要方形的。我记得方形的怎么磕？我真的是随便乱磕喽。比较多一片，九片。后片要多厚啊？你想想，它会容易老。会容易老哦，那我就要切超厚。超厚就变炖肉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一样就薄片。薄片哦。对。薄片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你还不错，那算平均哦。这样可以。因为让你们切里肌肉片是烤刀工。因为发现到这个肉，它本身就是有点软。对。你要抓的时候要把它抓好，不然它会跑。真的哎。对不对？它一直跑哎。所以其实每一个食材都有它不同的刀工的刀法跟力道，到最后可能就要考你另外一个刀工，就是用片。啊！我刀不利呀。怪刀啊！刀是。前头刀不利啦。肉太硬啦。不要，就是哈。成功！哇，我也成功！你成功？对啊。我连试都成功。对啊。你没有作弊？我没有作弊，所以就要在一起的。好，作弊好，之后要处理海鲜哦。好。然后呢？你的手指头，你的右手抓着他的脖子的地方。脖子。对，左手抓他身体，好，就这样转拉出来，转，哦，第一次处理耶，慢，哎，这个囊不能破哦，囊破你就失败了，因为囊破了，整个都变黑的，哦，不错嘞，然后呢，用你的手从这边这样压去把它挤出来，挤什么东东？这个就是可能拿出来，这个，哎，哎呦，要把它抓出来啊。抓出来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拉，往下拉，再一次。这条哦。啊，那个有颜色的，有点黄黄的地方就开始抓，上面。抓谁啊？抓。对，从这边。是鬼抓人是不是？这样吗？往下拉。啊，对。那这一条要吗？这条不用，你要留着。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那个就丢掉。丢掉，好。不是头丢掉哦。这个丢掉。啊，对。然后用你的手，两只手的手压去，把这一颗猪拉出来。把猪拉出来。对。要抓紧，有没有？有哎，那里有猪。你在看它，你要看头啦。这边啊。看反了。这边有没有？这个是它的哪里？是嘴巴。这是嘴巴。热炒一板，你点龙珠。你点龙珠就是这一颗。就是这个。啊。一只只有一个耶。它的嘴被挤出来了。好了，来就换虾子，剥壳取虾仁，虾仁不能断哦。好。好了，这种就放前面，你也等一下开背。好。这个尾巴也要拿掉吗？哎，你也可以留着尾巴哦。可以吗？那叫凤尾。凤尾。多深啊？好，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。整条哦。至少一半，虾肉的一半。好，两边料头都备好了。对的。我这边就从头讲到尾。
你是不停哦，你们是要注意听哦。好，好，先把锅子烧热，然后下沙拉油，烧一大匙的量就可以了。一大匙哦。对，然后再把这个水花、蒜头跟姜放进冰箱。水花跟冰箱完之后呢？蒜头，哎，它刚有姜片吗？它有说姜片吗？有啊，姜啊，蒜头姜，蒜头姜，对。那记得水花一定要把它炒透，好哦，那颜色出来。好，那出来之后呢，再把你的这个肉片放进去拌炒一下，然后肉片有点反白了之后，再把你的另外两个海鲜料放进去。放完之后呢，就把它拨开，用高温的部分呢，让它有点恰恰。恰恰。拌两下之后呢，你就把你的芹菜放进去，然后补一点水，然后调味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用盐巴一点糖。那 OK 吧？我忘记他刚说什么。好，然后拌两下，然后最后芹菜进去，芹菜透了试试这个芹菜。你一定要一次讲。切记海鲜料不要在锅里太久，然后太久的话，你的海鲜料会老。最后起锅前点一下香油，香喷喷。要加盐吗？要，刚才讲了，盐跟糖。完蛋了，好了，跟糖哦，两个快速把它完成。完蛋了啦，哇，你刚刚讲了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再炒肉片哦，是吗？好，管他的。完了 ，barbecue 了。完成！太辛苦了，真的太辛苦了，真的。吃这一碗菜等了半天，而且我们刚刚想说煮午餐，现在煮完已经两点多了哦。对，下午茶，真的是的。先吃谁的？先吃你的好了。好啊。好，好不好？我其实不知道干鸭是什么味道你们都没吃过这道菜，到底有没有熟啊？有熟。熟，是太熟了，我的火好大哦。而且我觉得我的颜色弄得很，你的都已经焦掉了，你的萝卜都变萝卜干了。因为我这个火好大，我后来把它调小了。香旺旺旺旺。好，再吃你的。好。我是没有准备喂饭。我刚吃了。你刚吃了，果然是专业的。真的。喂饭都要前半个小时先吃。你的胃散怎么没用？还有卡滋卡滋的，靠靠靠的感觉哦，好，靠靠。再换你们对吃好不好？好啊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起来，我的很辣哦。先说。很辣。那舅舅。都看我的，你们可以互相吃一下，然后再吃自己的对比。哇，也蛮辣的。我也是加了差不多啊。怎么样？看起来比较咸一点。啊，怕的嘞。我的比较甜呀。我比较轻，比较，我的比较像快炒面里面会配饭的那种。我的是好老婆煮的那种。是有顾到老公的蛋糕，对对对，对，有兼顾到。好话都你们自己讲好了。好了，这两盘来讲，我觉得哪一盘比较好？你会从哪些色香味吗？以卖相来讲，整个这样看起来，这一盘卖相会比较好，因为你后面又点了酱油进去，所以你这边味道会比较足。因为酱油的那个酱甘味会补足它味道，可是它你看海鲜类跟这个芹菜，芹菜这边你看它虽然放得少，可是芹菜的颜色是有的。你这边很可惜，你这边芹菜比它的还要挺拔。可是后面的那个焦化感虽然有锅气，可是整体的味道变把它压住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它的比较甜，那甜是从哪边来的？从这些海鲜料跟它的芹菜。它本身食材的味道。对，而且你有没有记得你的糖加的特别多？你说我是南波啦，有没有？这结果，你的味道还是比较重一点点。真的这是差别在这边。所以这道菜其实它利用的是青菜的清甜。清甜。
甜，然后海鲜的这个鲜味，然后两边把海鲜处理都很好，拍拍手。第一次用哦，第一次用哦，豆花汁哎，一道菜做半天是不容易啊，这是中卷，好中卷啦，做完了还不知道是中卷。分谁赢吗？啊，这一盘这两盘来讲，这边赢。哦，输阿姨了，小赢小赢啊，小赢。